请问林家宝的爸爸妈妈跟我爹厝诶？啥？讲是家宝的女？亚芳啊，还是像我接电铃啊？你开门啊，开啊久啦？我唔管啊，我今日一定要记着人。阿伯，嘘、啊啊，你若是一个查甫人，就应该好好对人负责。啊，我不爱你嘛啦，林家宝啊，你讲清楚，王曼妮是谁？请问林家宝的爸爸妈妈跟我爹厝诶？啥？讲是家宝的女？亚芳啊，还是像我接电铃啊？你开门啊，开啊久啦？我唔管啊，我今日一定要记着人。阿伯，嘘，妈，政治现金真正出代志啊！我无可能哦，甲伊安尼一步一步斗斗磨，我要做一家家己阿起来。只有安尼，交到这边讲，我一般就是了。干阿管少钱，你唔管我的死活，希望莫去牵连着我。你咧想啥？你今麦手中在三鸟无搞，搞什么个手村的阮家病医是无？卡说那真正，我甲手村去恁家的病医，你敢有法度斗？你雄雄掉这么侪钱出来要创啊？啊！不过你爱我为小雪引导，把资金抽倒转来这款代志哦，我真正做不出来啦。我爱讲我歹神经医院揪掉嘞，啊！若无阮看卡，可能无机会阁站起来。你若是一个查甫人，就应该好好对人负责。啊！我不爱你嘛啦，林家宝啊，你讲清楚，王曼妮是谁？政治现金违法的代志，有啥牵涉在内底？那是有人，他是跟外人有交接，只要认错，把所有的代志讲出来。我袂阁追究，伊若是无讲老实话，我绝对袂原谅。阿红，阿你哪拢唔讲话？这不欢迎你，请你出去。也是你要拜托红家的人来甲你斗相共。为即马开始，不准你踏入公司任何一笔资金。咱是毋是会当延后新娘上市的时间？无可能，我即马是病院上大股东诶，我哪有可能都接手着做出损害病院利益诶代志去上场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